5G 自驾巴士开放预约试乘，到明年2月将提供台北市夜间载客运用。北市府携手电信业者以及台湾智慧驾驶公司，打造串联台北市中正、大安新营区来回双向约13.7公里的自驾巴士行驶路段。全线覆盖 5G 讯号、车内影像分析等技术应用，打造安全、便捷、舒适的行车环境。落实 5G 垂直应用，带动车联网产业发展。